老婆子，咱把肉藏起来啊，一会儿吃，别告诉姑娘，听没有？好。姑娘，吃饭了，奶奶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也想喝玉米糊，你去给我取一碗吧。你这咋这么多事儿呢？天。嗯。哎呀。妈，都是素，没肉啊。有南瓜，吃南瓜。南瓜。我爸藏的是不是、啊？咱俩都给他吃的，不给他留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好吃，再吃一遍。嗯，让老爸偷藏肉，我全给吃掉一片，也不给他留。把肉藏起来，一会吃。老爸，你这整个南瓜是啥意思呀？我刚蒸的，一会儿吃。啊。你等我拿过来，你怎么还吃我酸菜粉呢？你这么多，你也吃不了。多，我帮你吃点吧，要你吃不了。咋样？红薯粉丝就是香吧？香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酸辣粉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么一大箱啊，把我人都挡住了。这一箱啊，整整十桶，才19.9块啊！你现在上外面买一桶泡面，不得4-5块啊？我拆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这个还是非油炸的纯红薯粉，这里面啊有一包粉儿，一包我最喜欢吃的花生，一个底料包，这么大的醋包，还有一包辣椒油，还有这个独立包装的菜包。最关键最灵魂的啊，它这个秘制底料，这个呀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。像你平时在办公室啊，在宿舍啊，或者你晚上下班晚了，回家晚了，你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你就泡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。关键是啊，价格还特别的合适啊，这一桶划下来还不到2块钱呢。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姑娘吃饱了吧？吃饱了吗？走，咱俩逛街去，逛街去，啊、走。他俩终于走了。我终于能吃肉了。呀，肉呢？咋剩经芥末了呢？肉呢？